杨怡正式做罗太亮，在蔓延所着的婚纱设计集齐 DV 露臂高腰山形裙摆 ，DV 设计够细性感，而钉珠细节够高贵，加埋 lace 裙摆同埋散开的薄纱，仙气十足啊！2017春季婚纱亦都流行 DV 剪裁，唔少品牌都有推出 DV 款式嘅。